动作整齐划一，道气庄严。金丝法髓妙莲华金藏演义慈济学龙分会同步连线，两天三场，近5000人次共赴法华经的心灵境界。佛法里面的每个道理都是千殊千善，然后一些人文，其实佛跟人就是无差异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做就对了。法华经文加上慈济半世纪以来一步一脚印的足迹，融合成这部《金藏演义》，参与演义的每个人，法入心也法入行。我原生家庭的关系，我很多责任要背负，然后就感觉那个心不定。但是来这里加入，我觉得我真的很舒服，找回我心里面的那个平静。身有缺陷也不缺席，志工黄关静。因意外摔伤导致下半身瘫痪，振作起来时又面临妻子往生的无常，让他的人生跌进谷底。佛法的出现让他找到生命的答案。其实是我的老师，我伤痛的东西我想不到的答案，其实在那里你好像找到一些答案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重生了，我当这个世界我是不懂的，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方法来自我去行每一步的东西。演绎的每一幕都摄心动人，让更多人了解佛法真实意。我看到实际做了很多那种的赈灾啊、救济啊、环保啊，都其实是人间的苦难所需要的。那么他就是演绎了一个什么入世的这个佛教了。可以看到实际的付出在不止在马来西亚，其实是在世界各地。如果对慈济有一些了解的人看到了过后呢，会觉得更加的感动。全球慈济志工一同深入金藏，期许演艺志工和民众都能够透过经文安定内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